印度鲶鱼到底有多可怕呢？一只鸡被放进鱼塘中，短短几分钟之内，整只鸡就徒留一个骨架。鲶鱼以贪食而闻名，无论是多么脏的水域，它都能够存活。而当今世界上，鲶鱼泛滥成灾，最严重的国家就是印度了。印度人养殖鲶鱼的方式也非常独特，将食物丢进去的瞬间，河面就像煮沸的开水，男子不断将手中的饵料撒入水内，瞬间就有鲶鱼涌出去争抢饵料，聚集在周围的鲶鱼越来越多，河面就像是煮沸的开水。鲶鱼作为肉食性鱼类，它们的性情凶猛，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壮观的抢食画面。而鲶鱼的生命力顽强，以至于在当地泛滥成灾，甚至还有鲶鱼出现基因突变的情况。它们的长度可达到2米多，重量更是能达到2-3百斤。